个黑色不要丢啊！黑色金贵啊！哇，这两个什么车？哇哇，这样多榴莲的又是。这一档一流，这一档真的一流，够多够大。来，我们去看，一流。今天我来到彭亨州，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拉乌双溪吉年苏艾克劳的榴莲园，捡榴莲，不是捡榴莲，是捡榴莲啊！哎，这个是今天的。
黑金啊，哇，这个好哦。这个 OK， 我们等一下直接开智利，但是不是现在开，对吗？不要现在开，多三个小时。那刚刚掉啊，今早上掉啊。OK， 看那个，刚刚就看得到新鲜的，早上掉的，早上掉的。不要现在开啊，好，等一下再开。哇，今天的体验又不一样啊，跟往常。摸摸一下，看，哇，很多粒。你在摸那个绳子是吗？嗯。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哈哈哈。哇，这个可以直接剪了。Yes。嗯，剪。嗯，一粒，就是这样。那边还有一粒，那边还有一粒，那边还有一粒，那边还有一粒。这个等我。OK。这样断了。嗯，新鲜。啊、哦哟，又一粒。罗比基。罗比基啊，然后这样多粒，就是绑着拿着出。绑容易拿咯。哦。绑容易拿，看到吗？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，来走。原来是这样子啦，所以一手可以撑十粒八粒一起出，好方法。没没有，没有没有果的，看这个，嗯，哇喂，哎呦，黄黄的这个，就把油撒给来，这包 OK， 云主说要这包啊，嗯。嗯，什么味道？苦还是苦？还是苦啊？干包，毛三芒就是毛三芒，纤维硬硬，干的，干包干。嗯嗯，一顿了。哦哟，这个漂亮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，一顿了。拜拜，很漂亮啊，漂亮啊。看到吗？这个，这个是我吃的，这个是我吃的。哇，这个够苦哦，够苦啊，够苦啊，这个，嗯，一流，够苦啊，这个还带麻的喂，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这个。谢谢你的。如果他们要买，可以找你没有？可以，来来来。如果你们要买了，打这个电话号码找董志豪先生。啊，找他，他的毛三芒好吃，这个是小的，等下我们开一个大的给大家看。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苦中带甜，这个是苦中带甜，入口的时候是苦啊，哦，它层次感来到就是甜，苦比较多，苦比较多，真的是好了，这个毛王，嗯，老温老温的毛三芒一流，这里是双溪急流，嗯，董志豪先生的巴掌。嗯，走了，去买榴莲。好，来。双溪急流，这边就是老挝双溪急流的最大的榴莲摊，我带你们去看，很壮观。走。搞完搞完。Steven， 哎，哦，那么简单，啊，那么简单了不 ？Steven，OK， 那接着个 ，Steven 叫，那不 subscriber，subscriber，subscribe，hati，hati，OK， 来，他们在打狗啊，搞到打到 hati 啊，在打妈妈的，我给睇住，哎，呢个新车，呢只一百几嚟喎，我见过个车嚟嘅，等下啦，阿邦，你阿爸。哎呀！哎呀！美美 ，Axi。放。这一档一流啊！这一档真的一流，够多够大。来，我们去看。榴莲吧，前一天啊，估计啊，交易是几百吨呢，厉害哦！这边的果全部是出新加坡，
吉隆坡，也是有进场的，还有自己的农场。